怪哦，为什么最近时髦的女生都两手空空呢？原来啊，她们把包包都背在背上啦。本周风时尚要为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最近超火红的后背包。这个礼拜我们锁定又轻又实用的尼龙包款，让你一次看完四大品牌最经典的后背包。大家对 Princess Schooler 最熟悉的 PS1 也有推出后背包哦，保留 PS1 的扣环部分，加入了具有热带风格的印花，低调的把品牌放在背后，容量啊也是非常的大呢。Burberry 这款后背包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，韩星李秉宪、李旭、Irene King 还有超模 Kylie Carlos 都有背。这个包的特色呢，就是背带的下半部是链带，除了容量不小，正面还有很多小袋子可以装小物，背后更有软垫，背起来非常舒服。看到铆钉，当然就想到 Valentino。这一季的新的星星迷彩花色，除了女生背之外呢，男生也很适合哦。包身采用轻量的帆布，但是背带呢跟拉链头都是皮革做的，整体感觉啊非常有质感。降落伞布的后背包呢是 Prada 的经典款，不过本季不再黑压压的一片，今年秋冬 Prada 利用皮革与金属在包包上拼出品牌钟爱的机器人样貌，让经典的款式更加可爱。最后我们来看几款尼龙包的穿搭，除了帅气的皮衣，浅色的背包很适合休闲的条纹风，小尺寸的后背包与文青最爱的过膝裙跟短靴也非常合拍。